挑战这么危险的良民，今年是我的本命年。那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去安太岁？好，接一下，哎呀，继续。好，我先讲，今年是我的本命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就是有跟那个宇宙下订单。宇宙啊，宇宙，宇宙，我们希望可以把那个拖鞋跟凉拖鞋配袜子的那个趋势可以马上流行。 马上就流行了，所以今年就是我的时代，时代跟时代哦，时代，时代，小时代时代。啊哈，所以我今天就是带了就是有点民俗风的袜子，好，对啊，时代，时代，小时代时代。啊哈，所以我今天就是带了就是有点民俗风的袜子，好，对啊，很有年度，还没有夏天没有一点冬天，夏天没有民俗风这件事，你很适合，很舒服，你的体型刚刚怎样像？真的吗？庞大，庞大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那我现在就是带我的鞋子，刚又去老师有说交叉不行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说你，好，那我就带一个。 条纹的，然后我就会搭浅色配深色，然后浅色再配深色。你刚讲的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，变色。它就是让它有对比。对嘛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，我就是在拖鞋配袜子这件事。这两双袜子不都是深吗？对。没有啊，这浅。这两双袜子都是深，都浅吧？都浅，没有这比较深吧？ 其实他这种穿法是非常文青的穿法，对，很多文青都这样子，就是用这种鞋子，然后搭袜子。可是通常他们不会穿像穿你这样子的上半身，把腿露出来这么多啦，大部分可能都会是长裙，对，大部分可能是长裙，但是你那个袜子哈，真的一看就是秋冬。老师，那他那个鞋给小雷穿，就用这个袜子，可以吧？就哦，对，非常 OK， 非常 OK， 而且也很像他的那个，非常 OK， 非常 OK。那你要穿小雷的，小美的鞋子，不要他的袜子直接脱掉，亚美讲袜子要直接脱掉。哦，看起来很可爱，真的耶，好可爱，很可爱。像小雷上的大宝才是今年真正的，对，这样子很可爱，真的，欧美很多的，我就长，我几乎一年四季都这样穿啊。对，其实亚美讲他。 他穿的这种鞋子，今年真的很流行这种鞋型，对，非常流行。那如果你可以找到再厚一点的，或者是像这样，哇，金属一点，这金属，我跟你讲，我这种鞋我一黑一白。对于一般女生，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搭。哎，我们先搭黑色的好了，先搭博肯好了。你就是说，如果你还是先停留在刚才新梅姐讲的那个阶段，就觉得好像穿凉鞋。 不能穿袜子，或者是我到底要露出什么的颜色的袜子，或者是在家里面看，比如说像小雷那种运动袜，自己怎么看都怎么奇怪的话，很简单，今年你先穿一双黑色，一样哦，你看很透肤的，但是它不是棉袜，它其实是这种我刚才讲有一点化纤成分在里面的这种黑色的袜子，你先把黑色的袜子穿上去之后，然后把这样子的鞋子穿着，这是最安全的。 对，把它丢下来，好帅气。对，好看呢。这是红色，很简单。对啊。而且你不会去，不会去担心，就是说我花样是什么啦，材质是什么，它整个就是一个顺顺的。了解。好，或者是呢，我觉得今年就要搭一些酷一点的运动袜。来，然后你把它套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今年呢，今年你在穿这个这种。 就是凉鞋式的鞋子的时候啊，其实配宽宽，像我这种宽宽的短裤，或者是配裙子。哦，这样腿好细哦。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运动袜。因为你的看你的裙长，我们刚好把这个横条纹，刚好露一点点在我裙子露出来的位置。若隐若现的去看小腿的地方，尤其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小腿度没有自信的女生，你就是这样子穿。它这个裙子的长度刚好会遮到我的小腿肚，然后露出这种运动的感觉。你看这两双鞋子，其实它的语言不太一样，这双是比较柔软一点。 所以你看这边看起来就好像很有设计，好像服装设计科的学生。没错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是比较有个性，比较强烈。所以呢，我会建议就是搭比较挺一点。今年有很多这种假皮的裙子，或者是你搭牛仔裙，牛仔裙也可以。对，再来，今年有很多这种像民俗风，对不对？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对啊，好看。这适合杨幂讲。
你看，可以耶，好细哦，透过这个地方的一点花样。然后呢，因为今年有很多这种两节式的凉鞋，尤其是厚底的，那这样子的袜子其实它会刚好在我们的前缘这一块去做延伸，它不会把这个地方束住，所以呢，你看这样子穿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松分，你会觉得腿看起来好细，对啊，其实往上突出的，但是我露出来，所以我觉得你要买的是这条裙子。因为其实今年，如果你对自己的腿没有自信，但是又要穿凉鞋的话，就用这样子的方式，或者是今年也有很多这种金色调的啦，或者是你看驼色的，哇，好稳哎，你看。最简单的这种笨笨搭配法，你看颜色去相引，而且其实这种金葱袜，如果说你的腿自己的条件没有这么好的话，把它往下拉，让它刚好就是在我的这个鞋带的上缘人口，不要再这个地方，像这种金色啦，配上这种的，其实今年配什么很好看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，哎，好好看，哎，好看耶，裙子来了，宽版的白色裤子，是哦，这样子，哎，好好看，哎，好看，来这边，哎，小磊，小磊配好了吗？就。